在这个地方首先要恭贺今年获奖的130位肌肉护理的学长，那先感谢大家平常对我们医疗体系的奉献以在哦，我们市民才有健康的生活。这个查统计数字哦，我们目前台北市哦登记职业的护理师29768人，将近30000人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人数相当多哦，那工作范围也相当多的哦，包括医院啊、门诊啊哦，这个长照机构、护理机构，甚至我们学校、工厂、社福机构、健康服务中心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护理人员的身影哦，这是我们整个医疗体系跟公共体系的基础，对吧？哦，那事实上我们市政府非常关心哦护理人员的劳动条件的哦，那相关局处还是会配合这个中央的法令哦，来辅导各单位哦，确保护理人员的工作条件。那也希望透过这种跟各界的合作跟努力哦，来逐步提升护理人员的劳动权益。那当然哦，照顾别人要先照顾自己，所以先这个叮咛各位护理人员哦，这个还是要照顾好自己，因为自己身体好才有办法去照顾别人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哦，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献上最高的敬意，祝福各位白衣天使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哦，护理师节快乐，谢谢。